那么在下一段中继续讲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爱好。 How to choose a hobby suitable for you， 如何选择适合你的爱好。第三段咱们接着来看，先看第三段的第一句话。 To be really happy and really safe, one ought to have at least two or three hobbies, and they must all be real。 第一行这划线的斜体字是目的状语，为了真正的快乐和真正的安全，那 one 泛指了就是人们了，但是我们说人们，但它的主谓一致还是用单数的啊，这个形式是单数，但泛指这个人们。 ought to 就 should 应该，人们应该有至少两到三种爱好，并且 and 引出备注，他们必须都是货真价实的爱好，而不是附庸风雅的假装的为了面子好看的所谓的爱好。后面再进一步说，看第二句。 It is no use starting late in life to say I will take an interest in this or that。It 还是形式主语，那么 starting 一直到句末还是真正的主语，就 doing 嘛。 It's no you doing something 就讲了，那么 late in life 可以看作插入到这个 start to 的中间了，就在晚年的时候才开始说，这个后面黄颜色的是 say 后面的直接语嘛，我要对这个那个感兴趣，这个已经晚了，你不能教个老狗新把戏，对，这时候已经晚了。那么这个里边出现的是我们讲过的搭配， It's no use doing something 做某事是没有用的，咱们第一段就说过啊。我们一个谚语也用的它， It's no use crying over spilled milk， 那么牛奶洒了再哭是没有用的，就覆水难收，木已成舟了再后悔来不及了，哎，是这么一个 spilled 叫泼溅被洒出来的这个意思，嗯。还有 take an interest in， 三册十九课贵重的保温包讲过， take an interest in 比较正式，相当于更通俗一点的 be interested in， 用名词结构写得更正式一些，到晚年时才说我对这个那个感兴趣，这是没有用的。后面进一步说，这个只会使问题加剧。看书，那 such an attempt only aggravate the strain of mental effort， 这种尝试只会加剧脑力上的这个压力。这 mental effort 就脑力了，这个 strain 就是这个压力、焦虑、紧张的状态。aggravate 咱们上次中讲了，是恶化的意思。这个 strain 这里相当于 stress、tension 或者 pressure， 表示精神上的一些压力。紧张、焦虑，这个意思。把这几个同义词大声读一遍 ：strain、stress、tension， 或者干脆用 pressure 都可以啊。这种这个尝试只会加剧脑力上的这个压力啊。本来呢，这个在老年因为事烦恼就很难受了，你还非强迫自己马上产生兴趣，他没有兴趣嘛？你不能装出兴趣嘛？只会让自己压力更大了。啊，后面他进一步说。看第三句，看屏幕比较复杂。A man may acquire great knowledge of topics unconnected with his daily work, and yet get hardly any benefit or relief. 一个人可能跟自己和日常工作毫不相关的这主题里面掌握大量的知识，但是呢，对他自己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好处，也不会得到任何的宽慰。这个 unconnected with his daily work。是过去分词短语的后置定语，修饰前面那个topics， 就是这个主题嘛。人们可能与自己工作日常工作不相关的主题的里获得大量知识 ，and yet 我们说了 yet 表示然而，是副词又是连词，在这是什么词？副词嘛，因为它跟 and 连用了嘛，对吧？然而却几乎没有任何好处 ，relief 是宽慰，也没有任何宽慰或者翻译成痛苦的解脱，没有。有的人就是又学这个又学那个，他想培养爱好，但半天发现自己对他并没有兴趣，尽管掌握了很多知识，但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也没有多得这个头脑上痛苦的解脱，没有。这个 relief 在这儿翻译成宽慰、痛苦的解脱或者缓解，这个我们在三册三十九课曾经讲过。我们看看这几个常见搭配， find a temporary relief， 找到了暂时的解脱，就没那么痛苦了，至少这会儿没那么难受了，哎，还有 permanent relief， 永久的解脱，再也不痛苦了，哎，还有像 to my great relief， 使我大为宽慰的是，哎呀，可不那么心焦了，哎呀，可是放松一口气啊。to my great relief， 这三次见过，还有呢 give immediate relief from pain， 立刻缓解了疼痛。总之 relief 表示痛苦的缓解。下一句话出现了一个名句，也用了一个道富的一种修辞方法，
叫做 It is no use doing what you like. You've got to like what you do. It is no use, 前面的 it 还是形式主语了。Doing what you like 是真正主语还是 it's no use doing something? 这个 what you like 做 do, doing 里面 do 的宾语从句嘛。你必须得喜欢 what you do, what you do 是做 like 的宾语嘛。对，做你喜欢想做的事情是没有用的，你得喜欢你做的事情才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想做这个事，喜欢做这个事，但你发现并不是真正喜欢，你这做了半天没有用，你得真心喜欢你做的事情。第一个 like 是想做，我想对这个产生兴趣，你做了半天没有用，但你得喜欢上你做的事情，真心的喜欢，这个 like 才真正的 like。 做你想做的事没用，你得真心的喜欢你做的事，就是这个爱好，这个喜欢是装不出来的，你得真心喜欢才行，否则的话没有用。你发现这里面很有趣，这个两个词颠过来倒过去用，第一个 do 在前 like 在后，第二句话 like 在前 do 在后，这是一种特殊的一种修辞方法，叫 antimetabole， 叫做回环或者倒复。什么意思呢？两个单词颠过来倒过去用，意境隽永。哎，这种修辞有一定难度，哈哈。你看好多例子，比如苏格拉底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 eat to live not live to eat， 意境隽永。我们吃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by Socrates。 还有我们看这个雨果说过的一句话，他说 40 is the old age of youth， 50 is the youth of old age， 40是青春的老年，50是老年的青春。哎，你看这意境隽永，把 old age 跟 youth 翻过来倒过去用。那还有你看富兰克林讲爱情的一个有名的话，也是用的这种修辞，他说Where there is marriage without love, there must be love, there will be love without marriage. 哪里有没有爱情的婚姻，哪里将有婚外情。你看把这 marriage and love 来回来去，哎，意境隽永嘛，很有趣啊。我们再看这个肖伯纳说的一句话， The reasonable man adapts himself to the world. The unreasonable man persists in trying to adapt the world to himself. Therefore, all progressress depends on the unreasonable man. 说得很有趣。那讲理的人呢，让自己适应这个世界，那根本不讲理的人呢，坚持要让世界适应他自己，因此所有的进步都是依赖于那些不讲理的人。讲理的人对社会没有什么这贡献，不讲理的人非要让世界适应他自己，有了很多发明创造，推动历史在前进。 make himself 跟 the world 来回来去用。我们还要说小肯尼迪啊，也是各种里手，行家里手。他在就职演说中多次用了这个倒复回环这种特殊的这个修辞方法。我们回顾一下这两个著名的句子，咱们再看一看。So let us begin anew, remembering on both sides that civility is not a sign of weakness, and sincerity is always subject to proof. Let us never negotiate out of fear.But let us never fear to negotiate. 哎，大家还记得吗？十八个海豚，咱们就讲过这句话。让我们双方重新开始，美国苏联说嘛，那双方应该牢记，谦恭并非懦弱的表现，诚实真诚永远需要验证。当然我们注意，让我们绝不要出于恐惧去谈判，但让我们绝不要恐惧去谈判。Negotiate 跟 fear 来回来去用。还有他更有名的另外一句话，也是在就职演说中的这么一个片段，咱们再听听看。And so, my fellow Americans,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在二十三课《鸟的飞行方式》里面，咱们也讲过。那 And so, my fellow Americans, 因此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祖国能为你做什么，问一问你能为你的祖国做些什么。把这 can to 跟 you 翻过来调过去来回用，这是用倒复回环的这种特殊的修辞方法，意境隽永。那这些名句甚至大家都可以背一背。所以呢，这个做你想做的事情没有用，你必须喜欢你做的事，这个喜欢是真心的喜欢才行。那下面说了，不同的人呢得培养不同类型的爱好，深度出来了。那分析性写作嘛，那爱好培养不能一概而论。看下句，又是名句，又是丘吉尔说的名句。 Broadly speaking, human beings m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classes: those who are true to death,
those who were to death, and those who were bored to death. Broadly speaking, 是一个非谓动词当状语，就一般来说，人类可以分成大体三大类 three classes. 后面这个 those who, and those who, 这三个都是做 three classes 的同位语。那后面这个 who 都是定语从句修饰先行词 those。人分三类，哪三类呢？累死的、愁死的和烦死的。咱们看看咱们未来属于哪一类。人分三类。这个先看一看这个 broadly speaking, 这个 broadly 是个书面语，它类似我们说的 generally。所以 broadly speaking 就类似 generally speaking, 就一般来说。一般来说啊，这是标准的非谓动词。但有的说，老师，那这个非谓动词它逻辑属于是谁呢？难道是 human being 人们来说吗？哎，大家记住，如果非谓动词是个固定习语，那么根本不用考虑它的逻辑主语跟主句主统一问题。我们知道非谓动词使用时一般的逻辑主语跟主句主统一，但有个例外，就如果它是个固定的一个习语，那么可以不考虑主语统一问题，直接当做一个状语来用就好了。你比如说 strictly speaking the whale isn't a fish, 地道的英文。 strictly speaking 固定搭配叫严格来说，严格来说鲸鱼并不是鱼，是谁说呢？难道是鲸鱼在说吗？主句主语是鲸鱼啊，不可能了。但这搭配是地道的，因为 strictly speaking 是固定的搭配，就不用考虑它的逻辑主语跟主句主语统一问题。再比如说 judging from his face he must be ill,从他脸上来看这个人肯定病了，是谁来判断？难道他自己判断？并不是嘛。如果我们从他脸上来判断的话， judging from 是固定搭配，由什么什么来判断。那还有像 to make a long story short he wanted money and tried to get it without working, 长话短说吧，他想要钱还试图不劳而获。是谁把长故事变短了呢？难道是他自己吗？当然不是了。 to make a long story short 固定搭配是长话短说，非谓动词，因为动词不定式属于非谓语，但习语就不用考虑主语统一问题了。再比如说 But as they are about to return, an unprecedented storm descends on the area and blocks their way home. To make things worse, something unexpected happens. 这是比较长的一个句子，但依然出现了这个使事情变得更糟的事，这固定搭配咱们在其第四课应该讲过。但是当他们打算要返回的时候，回城的时候呢，一个前所未见的，就没有先例的 unprecedented, 叫做无先例的啊，前所未见的一场暴风雨突然降临到这个地方，并且阻挡了他们回家道路，使事情变得更糟的事，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发生了。 To make things worse 叫更糟的事，这个是谁使得更糟呢？不一定是主句主语了，习语不用考虑主语统一问题。一般来说人分三类，第一类人是什么呢？ those who toil to death, 第一种人是累死的。这个 toil 多做不可这个不及物动词更常见一些，表示辛勤工作苦干。 to work very har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就汗水滴到地上摔成八瓣这种辛勤的工作，他做不及物常见一些，比如说 farm laborers have to toil in the fields all day, 农场工人们不得不成天在地里辛勤的工作，汗滴禾下土这种。但 toil 在非常文言的场合也能表示当及物动词来用也行，本文中是这个用法。 He was toiled to death, 这个人被累死了，就使辛苦工作这个意思，本文中是这个用法。我们知道丘吉尔爵士的单词量很大，这个地方确实用词很艰深啊。这个 toil 有的时候呢也可当不可数名词来用，就是表示辛勤工作，当名词来用发音拼写一样啊，不可数就是辛勤工作。看丘吉尔爵士在电视讲话中另外一个名句 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 我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的，有的只是鲜血、辛劳、泪水和汗水，非常打动人心啊！就是为自己的祖国鞠躬尽瘁。丘吉尔爵士是著名的演说家，深谙演说之道，在口语中多用单音节的字比较带力，比较给力，为什么？很带劲儿。多音节的词有轻读有重读，单音节的词都是重读的，所以读起来铿锵有力，大珠小珠落玉盘。你看这几个字 blood, toil, tears, sweat 都是重读的，这个铿锵有力。你看 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 这真是演说的行家，这说得好。这 toil 就辛勤工作的意思。第一种人呢是累死的，就体力工作者，劳力的人。第二种人呢 those who are worried to death, 就是愁死的
并不是长得丑丑死了，发愁那个愁，愁死的劳心的人，就那些知识分子啊，动脑筋的人。And those who are bored to death， 第三种人是无聊而死的，就是烦死的，生活中很无聊。指什么呢？那些富二代、官二代，爸爸是大官，爸爸趁好几千亿，不用工作了，每天提笼架鸟满街溜，最后无聊。你看有中国作家描述那富二代的表情很传神，他的表情就有两种感情杂糅在一块，第一是自信，第二是厌倦，自信而厌倦的表情，撇着辣嘴谁也看不上，什么都很无聊啊！你这个挣了8万块钱美成那样了，见过钱吗？我们家后院金条比屎都多，你吃个鲍鱼当美味了，我天天吃个黄瓜条似的，没劲呢。这个你找女朋友长得那样就当美女了，见过女人吗？我们家后院光模特4亿多，用不完，根本就没劲呢。哎，干脆他们死了吧，很无聊而死了。这是有钱有闲阶级。他这三种人呢，应该培养不同类型的爱好。你看这个剧情，这个 broadly speaking， 什么什么 maybe divided into 什么 class， 都粗多粗多粗，这剧情特别管用。咱们看李老师给学生写的GRE写作范文中有这么一个片段，咱们就用了这个剧情。你看他怎么说。Broadly speaking, leaders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 those who are created by demands placed upon them, and those who are self-created through hard work and achievements. Fortune-favored children belong to the former, whereas the latter, I believe, are the majority. 你看黄颜色的都来自46课。一般来说，领袖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由外部需求来造就的，加在他们身上的外部需求。另一种呢，是自我造就的，通过辛勤工作和一点一滴的成就。天之骄子属于前者，而后者我认为往往是大多数。这个 fortune favored children， 天之骄子，还有 are the majority， 在46课后文中，在下文中咱们都会碰到。所以碰到好文章，精彩表达，不要交臂而失之啊！光看过一遍之后忘了，记不住，那哪行去？印到脑子里面，怎么印到脑子里面？复习嘛，大声读出来，多写几遍，印到脑子里面，再写文章，就下笔如有神。读书破万卷，这读请你做精读，要不浮皮潦草一笔带过，那就失之交臂了，与这精彩搭配。好，咱们看下面第六句话，他说这些人应该培养什么样的爱好呢？先说那些类似的，咱们看屏幕。 It is no use offering the manual laborerTied out with a hard week's sweat and effort, the chance of playing a game or football or a baseball on Sunday afternoon. 还是 it's no use doing something 的骨架结构。这是没有用的什么呢？给那些体力工人 ,manual labor, 或者叫 manual worker, manual 咱们3册第4课讲过，叫体力的或手工的。然后呢，黄颜色的是后置定语了，就是因为这个一个星期的辛勤劳作而精疲力竭的体力工作者，这个 sweat 汗水在这其实也是本辛劳的意思嘛，对吧？那么 offer somebody something， the somebody 是 the manual labor something the chance of playing a game of football or baseball on Sunday afternoon， 就是给他这个机会，然后在星期六的下午什么什么去踢足球啊，什么打棒球啊，这个机会没有用，他本来就是都累劈了，再让他去打球根本没有用，就体力工作者不再适合这个培养体力方面的爱好。这个里面有些表达叫 tired out， 表示精疲力竭的， tired out 表示 exhausted， 就是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然后呢，这个给他们提供这个东西来自于叫 offer， offer somebody something 或者 offer something to somebody， 本文中选的是第一个，因为本文中那个人比较短，就 manual laborer， 后面那个中间的这个后置定语是插入语嘛，插入语可以去掉，而这个 the chance of 非常非常长，所以用第一个呢可以避免同时矫情， offer somebody something， 看哪个长哪个短了，短的放前面，长的放后面就好了。就是给劳累这个一周精疲力尽的体力工作者，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踢足球或打棒球的机会是没用的。这是第一种人，就体力工作者不太适合培养脑力这个体力方面爱好。那第二种人呢，脑力工作者呢，咱们想一想的肯定说这个呗，看第7句，看屏幕。It is no use inviting the politician or the professional or businessman who has been working or worrying about serious things for 6 days to work or worry about trifling things at the weekend. 依然用 it's no use doing something 的结构。这个事儿是没用的，什么事儿呢？去请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职业人士或者一个商人，这都动脑筋的嘛，动脑筋的人怎么样呢？
这个定语从句由后置定语修饰这些政治家这个职业人士和商人了。那么他们已经这个工作或者为那些严肃的事情已经忧虑了六天的人，在那个时候一周还是工作六天，现在工作五天了啊。那人然后呢 invit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这 to do 是个 invite 搭配的嘛，邀请他干嘛呢？来这个工作或者在周末为琐事而再去担忧，这也是没用的。他们脑力工作者不太适合在这个培养脑力方面爱好。这下象棋就是为琐事担忧嘛，哎呀我这卒子怎么办，要死了。哎 trifling 表示微不足道的那个琐碎的，这么个意思。就是给这些人呢脑力方面爱好呢也没戏。这是第三段谈了不同人应该培养不同的爱好。